以前搭乘班列的进出口商品以服装鞋类、日用百货、建材为主，自去年以来，机电产品、高清技术产品、整车等高附加值的产品大幅增加，大宗资源性的商品需求也是与日俱增，我们代理班列的进出口贸易额也有了大幅的提升。